综乘风破浪的姐姐第四季改名为乘风2023，自本月初开播以来话题度居高不下。近日网络上流传女星吴倩在第三次公演中顺利晋级后退赛，引发了不小的讨论度。吴倩过去因出演热播剧《何以笙箫默》《如懿传》收获了很高的人气，她于2021年承认与男星张雨剑隐婚生女，没想到隔年两人就宣布离婚，女儿则由吴倩抚养。今年她为了寻求突破登上乘风2023，几家的状态收获好评，不料却传出退赛消息，令网友们感到很惊讶。事实上，先前就有网友爆料称吴倩因为参与节目而成为酸民们攻击的焦点，她不习惯被外界放大检视所有的言行举止，才会选择退赛，让粉丝们感到很心疼。不过由于节目还未播出吴倩退赛的内容，因此仍有不少网友对消息抱持怀疑的态度。Bye.